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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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今天才是我们的正头戏，我们要去的是六福庄。才几点到了？我们现在要先去吃饭吗？你可以别再笑了吗？以为是电动门。这绝对是火炉，对不对？对，准备进烤箱。哇哦，爸爸，你先炒还要吗？好冷哦，冷到了超热哎。下一站，六福庄。这就是我们要住的饭店。我的手机怎么那么卡？它叫六福庄。对哦，这是什么啊？一个累人，一个懒人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去手工 DIY， 开不开心？我做了一个 DIY。现在要去看那个迎宾表演。可以，双层的，哎，哇，什么啊？什么鬼啊？有双层哎，什么鬼啊？赞吗？超赞的，哇！OK， 现在吃完宝贵的晚餐之后，就要先回饭店了。听说八点有活动，我们就看看是什么活动。209进来。现在时间7:50，我们要去参加活动。感想，感想，